这是盲盒的收藏款，我已经收集好了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其实吧，我特别想跟你说，你的礼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，我真的特别的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？你不懂，仙姐，要不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你把我不懂的慢慢跟我说，您看行吗？那餐厅那些人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啊我就说我们去度过二人世界了，你今天归我管。走啦，快点儿。仙姐，你还记得当时霍言给你套的那个盲盒吗？这里也有盲盒啊。那不是盲盒吗？对啊，哎，这不是盲盒吗？哎，这不就是盲盒吗？就是啊。你要不要玩？这么多啊！是啊，你要不试试？我们先定个小目标，抓十个怎么样？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就把那个直接抓到这个东西，然后抓起来就行了。嗯、这个吧，我抓，我抓这个。我的个妈！嗯，对对对，太棒了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世界很酷。